梁光榮議員，我贊成呢個六十九項納入，咁啊反對嘅真係大佬啊！所以一定唔會重複嘅。喂，做議員梗係要幫助政府啦，係咪？唔係幫助政府嚟做乜嘢啫？喺度係咪啊？即係政府寫張貓紙，咪照讀咯。我今日都收咗張貓紙，嗰張誒好似誒工聯會嘅呢張，王國興議員。叫佢鬧我哋，俾我執到。主席，我就贊成納入啦，係咪啊？香港人冇錢使好慘噶嘛，哥。我哋政府係唔可以隨便攞呢一個臨時撥款噶嘛？攞臨時撥款，咪即係益咗長毛咁嘅人，所以係唔得噶。你哋嗱講咩？你哋唔贊成納入咧，就對唔住香港人噶啦，知唔知啊？啲老人家。有得食呢個午餐肉同埋呢一個豆豉娘已經好好嘅，食菜咁奢侈，冇唉菜好貴啊！啊真係啊！所以陳志遠議員呢，就陳美美完全係錯嘅，一定要擁護政府。阿陳家強局長係咪啊？陳家強局長啊，係咪啊？有冇今日我俾貓紙啊？梁國雄議員，請你就呢六十九個總目咪納入咯，咁咪擁護政府唔得啊？政策發言。喂，用納入都唔得，支持特首咯，系咯，你个立法会支持几多？总目21咯，支持特首施政啊嘛，哥，特首嚟到立法会嗰度，写定张猫纸，准备对住记者讲谴责要退场，你睇特首个施政几好啊？即刻坐低改嗰张猫纸啊，哥，系咪啊？仲有喎，教导我哋新式嘅中国语文喎。是咪啊？心痛惡絕喎、啊！真係老實講，我真係我嗰陣時啱啱飲緊奶茶，又夠娛樂性，差唔多啃親咁滯。梁國雄議員，我認為啲理咁跟住呢個又要俾錢啊！林鄭月娥啦，嗱，林鄭月娥就種得好啦，就講啱咗心惡痛絕。嗱，但係佢唔識心惡痛絕點解喎？佢真係唔識點解喎？冇查過原點。喂！心惡痛絕就即是話一個人衰到壞到咧，係我唔想見到。梁國雄議員，你離題啦。喂，咁我贊呢個林鄭月娥俾錢佢入去嗰、那個納入去佢嗰個辦公室142喎、啊，哥。發言範圍應該係喂，我反對陳偉業議員佢款額。主席，我哋唔准我喂政府唔可以反對啫，我反對陳偉業得唔得先？你一納142你又唔納入？你對唔對得住林鄭月娥先？苦心造藝，揾一個適當嘅時候講翻啱嗰句成語，仲係。梁國雄議員，你正話嗰句成語應該係苦心孤藝。佢造藝啊嘛，孤藝佢唔死得噶嘛，你要用點，大佬啊？喂，嗱，苦心孤藝，咁你造藝又好，咁你林鄭月娥咁好，一箭雙雕就係講咗啦。嗱，呢個特首咧係唔會道歉嘅，我冇話過，我冇講錯成語，咁就得噶啦，係咪？聽唔到啊？咁佢就出嚟一錘定音，就解釋咗一樣嘢。我覺得司長真係喺眾官裏面咧，我真係覺得非常之有風度。梁國雄議員，請你唔好再離題。離題，咁都算離題，俾錢個官長俾啲理由佢。嗱，咁跟住林鄭月娥咧就講話，我哋會約其他議員嘅啦。老實講，真係好盡力。但係佢唔知佢講咗呢個心惡痛絕之後，佢話揾其他議員根本等於廢話，因為嗰個原點就係話你衰到咁衰，你經過我門口三次都唔好入嚟揾我啊！我唔想見你啊！咁你有乜理由講完絕心惡痛絕之後仲話要揾嗰幾位議員噶？你話嗰啲中文係咪差到嘔啊？係咪啊？個原點就係咁啊嘛！你嚟到我嗰度三過其門而不入就最好啦。咁佢跟住講完心惡痛絕之後咧，又話：哦，我哋有商有量嘅，所以心惡痛絕嗰句説話係唔可以隨便講，係殺父仇人咁樣噶嘛？有咩亂咁講嘢啫？係咪心痛惡絕就更加丟面啦？嗱，所以我就覺得咧，這個林鄭月娥真係應該納入俾錢佢嘅。第三個咧就係、是、張建宗幾多啊？張建宗總目我就覺得張建宗局長就真係一流，我真係未見過一啊總目141，你哋唔俾錢張建宗又係唔啱嘅。
張建宗頂住曬所有對佢對政特區政府嘅攻擊，就係話咧，我哋係想俾錢呢一個老人家做呢一個全民退保嘅。佢講咗真話嘅一半。嗱，咁跟住咯，我哋啲議員就話咯，唔好俾人工佢哋就啱唔啱先。尤其是佢策劃到黃國興用呢一個午餐肉同埋豆豉鯪魚咁唔環保嘅罐頭嚟做例致癌嘅。佢叫我老人家食嗰啲致癌嘅嘢，哎呀，真係唔該你啦，黃國興，你只係咒人死嘅啫，阿哥，係咪啊？寫貓紙寫好啲啊，張建宗、陳家強，你今日應該俾你話應該老人家食菜、食生果、飲啲健康物品，係咪啊？老實講，而家派食物銀行啊，嗰樣嘢其實係錯嘅，知唔知啊？派俾老人家。食物銀行是不可以再派罐頭，因為致癌的嘛，是吗？做議員個愛心有限，這個是其一。第二其實都很簡單，如果是真的這麼好東西，我只是數過他以前就是民建聯又是工聯會的，只是看錯了我沒有心，看錯了令到香港人的損失是多少，贊成兩鐵這個合併啦，是不是啊？跟住就港鐵就有可加可減，變咗可加不可加不可減之可加啦，係咪啊？因為估錯數喎，大佬係咪？又贊成，因為老董講又喂，而家冇錢啦，出賣領匯啦，喂，出賣領匯，主席，我哋賣嗰陣時200多億，而家值1900多億，仲可以拆骨煎皮賣，喂，攞翻個1000多嚟嗰陣時候，食死你個黃國興啦！淨係冇話食魚子醬，我食到你屙啊！冇話食呢個豆豉鯪魚啊！所以你黃哥喺度講咧，真係嘥時間嘅。你就好似洗腳唔抹腳，揈乾佢嗰啲錢。喂，政府拎錢嚟呢、這個立法會議員有咩責任咧？就係、是、政府做嘅嘢唔啱，你問下佢；再唔啱，你鬧下佢；再唔啱，你唔好投票俾佢。餐餐都錯，係咪啊？冇餐好嘅。咁你就話呢個梁國雄差幾錢嘛？7390多萬，豪俾你7400萬，7400萬同你一個呢、這個黃國興嗰一票，次次講緊都幾百億嘅，淨係領匯就已經係啦，係嘛？領匯200多，而家1900億，即係冇咗1700多億。阿哥，仲有未計其他嘢？喂，其實第二樣就係、是、譚耀宗議員都喺度。是嗎？以前同佢同黨嚟嘅，而家就離開咗。喂，阿哥，你哋當年話做三級嘅養老金，你哋今日又回歸到翻嗰度，我都明嘅。你話做唔到供唔到嗰啲人，即時都要攞2300元。喺1991年，我哋嘅外匯儲備係得1000億都唔夠，都上次可以俾2300元一個月俾老人家。而家隔咗咁耐通脹。淨係通脹嗰度啊，都已經成千銀啦。咁我今日話叫你哋叫特首嗱，特首我都冇講錯嘅。其實真係特首自己話，長遠而言，研究人口老化對公共財政的影響，及早籌謀和作出財政撥備，成立及累積養老基金。喂，我就跟住梁振英口水尾，你有份投票俾梁振英，咁我今日喺度爭取攞翻3000元。喂，如果1994年是呢個2300元，而家最少攞3300元啦，係咪啊？咁我有咩奢求呢？係咪啊？呢、這個所以其實你鬧我都冇用啊！你自己諗下你自己即係講過乜嘢啊嘛？你即係鬧緊你自己係咪？所以黃國興議員喺度攻擊我，我唔怪佢，怪豬怪狗都唔會怪佢。但係問題就係、是、你係要對你自己過去講嘅嘢負責啊嘛！我冇叫，我冇屈你嘅喎。20多年前我唔識啊譚耀宗嘅喎，就算識都係碌噏佢嘅喎，係咪？佢係工會嘅幹部嚟嘅喎，我係工會嘅會員嚟嘅喎，係咪啊？咁所以其實你講阿黃國興議員喺度講嘅嘢攻擊我，我冇辦法唔還擊，唔係因為我，而係佢攻擊嗰個觀念必須要維持。好簡單，如果你。黃國興議員真係要去為老人家做嘢嘅，
你就應該支持我啦，因為呢個曾俊華就恰恰係話攞咗啲土地基金2200億，嗱陳局長你最知㗎啦，就係攞咗工聯會話要嚟做養老基金嗰筆錢撥咗去做起石頭，係一巴掛落工聯會嗰度，工聯會唔知幾時建議，就係話攞2200億嘅土地基金去做我而家話攞500億嘅基金。去豪俾老人家，去豪22,000,000罐豆豉鲮鱼俾老人家，你黄国英俾个曾俊华喺个财政预算案刮咗一巴，仲喺度拥护佢。咁我问你啊，你而家工联会嗰2200俾人打咗荷包，你几时攞翻？黄国英答我，我冇屈你噶，系咪啊？你而家工联会嗰个建议仲喺度噶。是最新建議的嘛，是不是啊？那你自己食那裡屙那裡，有必本會所有的人都沒有工聯會或者黃國興受到這麼大的侮辱的，就是你拿筆錢我就先拿多先，是不是？喂，這樣都說得出口啊，這個黃國興，是不是啊？老實說，吃米的他還是加了田和共啊，是不是？個個有資格罵我，黄定光有资格闹我，谭耀宗有资格闹我，就是黄国英冇资格闹我，因为佢个会就系讲我哋要攞2200億土地基金嚟做养老基金，曾俊华就系话要攞2200億土地基金做呢一个未来基金起石头，不要白头，佢冇资格闹我，佢入嚟如果唔讲呢个问题，佢系不耻于人类。个原因唔系我啊，系俾人哋唾面自光啊，左一巴右一巴啊！喂，民建联冇咁讲过啊，系咪啊？我攞500億咋，系咪啊？梁美芬根本就唔知佢谂咩添啊！咁啊，喂，我就觉得奇怪，点解喺下面食饭差唔多食唔落咁滞？闹我喎，佢有咩资格闹我啊？嗱，你哋个政纲呢、這个嗱工联会噶个政纲啊，2200億做。呢、這個養老基金啊，食咗佢啦！我個示範俾你睇啊，黃國興食咗佢啊，食咗佢啊，食咗我就唔話你啦。如果唔掂嘅，叫陳婉嫻出嚟，係咪啊？黃國健出嚟，嗰個政綱又做咩嘅？係咪要嚟廁所用嘅？仲喺度鬧，我以為佢停㗎啦，黃國興。你哋欠老人家嗰条数，由1994年欠到而家，最少讲都超过成2000億。今日你俾人攞咗2200億去做第二样嘢，你竟然间粒水都冇要，你冚狗埋墙，我就唔再闹你。一系就食咗嗰个政纲佢，个个都唔闹，我就闹你，因为人哋冇做过咁嘅承诺，可以仲勉强可以有啲羞耻心，你哋自己讲嘅。陈家强局长，我而家问你啊，工联会有冇抗议过啊？有冇走嚟闹你啊？有冇叫你讲俾阿曾司长听？其实嗰2200億土地基金系应该做养老基金啊？几时讲过啊？系咪啊？有冇掟过杯啊？有冇杀过溪钱啊？喂，阿哥，我杀溪钱梗系有原因啦、啊，系咪啊？我俾翻啲老人家。等唔到嗰啲喺下面寄上嚟俾我啲錢俾佢用啊，幫下佢手啊，主席，多謝嘅容忍，我都唔再講啦。不過我覺得黃國興做人有啲有啲廉恥好，你唔係背地鬧皇帝係有報應噶，話俾你聽。你再唔翻嚟，我下次有機會再鬧你，鬧到你要答為止。點解曾俊華攞咗你哋工聯會？要嗰2200億基金做咗第二样嘢，你可以粒水都冇要。嗰度值几多罐午餐肉，值几多罐呢一个豆豉鲮鱼？黄国兴，你答我，一系就食咗呢个政纲佢，我以后都唔话你。多谢主席。左边委员想发言。